在四季分明的天气，下班后回家是什么感觉？闷热与寒冷的空间，回家后都得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才能适应。直到想起家里装了一盒门窗，一盒全防护门窗，采用多腔体设计，尼龙玻璃纤维多腔体隔热条及保温棉设计，有效阻隔热量的传递，让您的家冬暖夏凉。一盒全防护系统门窗，不只是隔热，